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日本人来中国偷学我们的传统美食，并且用镜头记录了下来。今天就带大家回顾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，看看江南人民的伙食如何。这是松鹤楼，这家经营了近三百年的酒楼，曾受到乾隆爷的宠幸，后来因此名声鹊起。这是松鼠桂鱼的制作过程。 鱼肉裹上粉之后下锅油炸，最重要的是要让鱼尾立起来。炸至金黄的桂鱼出锅之后，厨师开始制作芡汁，加入糖醋和番茄汁的芡汁，在熬制过程中加入水淀粉。桂鱼摆盘之后，均匀的淋上芡汁。 一道松鼠桂鱼就做好了。除此之外，番茄虾仁锅巴、红桥赠珠。三色虾仁炒鳝糊。 都是松鹤楼的拿手名菜，可谓是色香味俱全，怪不得当年乾隆爷下江南专程来这里品尝美食。这里是太湖，湖中的鱼类远近闻名，活呛虾是这里最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。这里是西湖，这些草鱼就是刚从湖里打捞上来的。 他们被送到湖边的楼外楼，这家老店已经伫立在西湖边一百多年了。这里的传统菜式闻名海内外，最惊艳的就是西湖醋鱼。把刚捕上来的草鱼鱼鳞刮干净之后，从中间一分为二，去除内脏之后，为了方便入味，在刀身上划一刀，然后再次切开，这样一条草鱼就变成了四部分。焯水之后开始调味。 黄酒、酱油、姜粒儿一样都不能少。锅中烧水，加入黄酒、酱油、砂糖、醋和水淀粉，这是西湖醋鱼的芡汁儿。原汁原味的西湖草鱼淋上芡汁儿，这道菜就算大功告成了。现在厨师在制作叫花鸡，在鸡的肚子里塞上调味料，然后用猪网油包起来。 在外面裹上西湖的荷叶和保鲜膜，最后用粘土将荷叶包起来之后，放入烤炉。 时间到了之后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这里是浙江金华，闻名全国的金华火腿就产自这里。本地土猪的后腿，经过腌制、风干。 最后成为了名贵的金华火腿。这道蜜汁火方用的就是上好的金华火腿肉，是用黄酒和桂花调味后，加入蜜糖蒸出来的。这道菜就是东坡肉。不止在中国，日本人也对这道名菜情有独钟。这道西湖莼菜汤是西湖独有的美食。 采用西湖的纯菜制作，这道看起来些许有些恐怖的是兰花春笋，花心儿部分加入鱼胶和火腿，看起来像朵花一样。在西湖边品尝这么一桌美食，绝对是人生一大乐事。这道龙井虾仁儿也是杭州独一号的美食，因为这里有远近闻名的龙井茶，所有茶全是手工采制。 这里是上海，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，上海的发展一直走在中国的最前沿。但这里依旧有亲民的一面。这是位于上海城隍庙的南翔馒头店，店内座无虚席，还有很多人在门口排队，从玻璃外面投来羡慕的眼神。这里的小笼包远近闻名，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。 十月是人们吃蟹的季节，鲜活的大闸蟹从湖中被捕捞上来，很快就被送到海鲜市场，供人们精心挑选。这里是人民饭店，上海人吃蟹的最佳选择地点。这里的螃蟹全部来自太湖，只有最好、最新鲜的螃蟹才会进入这家饭店。店员用线把螃蟹捆好，然后放进蒸笼。十五分钟之后，螃蟹变成黄色。 随着香气四溢，人们围坐一团，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。吃蟹也是一个技术活，要用到很多工具。 除了原汁原味的蒸蟹之外，这里还有加入蛋白蒸出来的芙蓉蟹斗，用蟹肉和蛋白混合炸出来的蟹球，用蟹膏支撑的炒蟹黄油，加入绍兴酒腌制的醉蟹。这里就是绍兴酒的产地，同样是鲁迅的家乡。人们熟知的三味书屋目前依旧保存良好。这是存放绍兴酒的仓库。 酒龄越长的绍兴酒，味道越醇厚。这些都是封存十年以上的老酒。除了绍兴酒之外，镇江的醋也是江南四大名品之一。糯米经过发酵之后，就变成了远近闻名的镇江醋。江南美食少不了镇江醋的加持。这道水晶肴肉必须配上镇江醋才是最美味的。这是白汁回鱼的制作过程，先将鱼肉切段。 在锅里加入葱姜爆香之后，加入鱼块，随后加入高汤和猪油，让其味道更加丰富。这道菜唯一的调味品就是一小撮盐，因为要保证回鱼最原始的风味。大火收汁之后，这道菜就算正式完成了。看似简单，但是风味独特，是很多人的最爱。 除此之外，孔雀鸡丝、红烧狮子头、汽锅水鱼、蟹黄汤包、五彩干丝、八宝饭这些菜，完美展现了浙江菜系的风味儿。 而这些食材全部来自周围的水域。这是镇江市的鱼货市场，人头攒动的画面证明了江浙人民对水产的热爱。这一大桶泥鳅可是抢手货。这条桂鱼已经被开膛破肚了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很多鱼类产品。 这是谷物市场，光米就有十几种。自由市场往来的人群，证明了这里的繁华。